雷哥以前的女朋友好看吗？雷哥以前女朋友他没见过。没见过。都是没见过是吗？老陈见过。哪个老陈？陈师傅吗？啊，我刚才问他，他都说没见过。啊？没有，他见过。好，我等一下我要去批评他，他为什么欺骗我？我想吃一块豆腐。我想吃一块豆腐。谢谢。豆腐会不会有点辣？没关系，酸辣的。没关系，不辣。把辣椒剁开了。没事，我都可以。嗯，很好吃这豆腐。肉吃的啊？对，谢谢。方总家的就是。为什么要叫方总呢？我从来不让他们叫我方总。那你们平时叫他什么？方总。他们叫磊哥。我叫磊哥多。平时磊哥对你们好吗？不能说挺好，人很好，很轻松，大家一起。作为老板，你们对他好是吗？对员工真的好，对，真的就很有亲和力，就是员工氛围很好。他们出去，我还喜欢叫着我。去酒吧喝酒，我们在路边玩游戏，能玩到凌晨四点。哎，你们老板会很花心吗？我们真的有，因为我们工作关系不会处到这么深，就这个怎么说呢？花不花心可以相处着来看，用时间总会证明。